相信各位呢应该都看过最近网络上疯传的 AI 生成美女图吧。在一个礼拜之前呢，要用 AI 生成这种非常真实的照片呢，其实门槛是非常高的。除了你的电脑算力要够之外呢，你也要对 Stable Diffusion 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是呢，就当我们大家都在犹豫要不要学习 Stable Diffusion 的时候呢， Midjourney 直接横空杀出了一个 V5 模式。上个礼拜呢，可以说是 AI 的大爆发周。OpenAI 呢发表了 GPT-4， 微软呢发表了 Copilot， Midjourney 则是默默的发表了 V5 模型，震惊了所有人哦。这个进步的速度真的是快到让大家反应不过来。那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聊聊 Midjourney V5 这款最新的模型到底是什么东西哦。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你在 Midjourney 生成画作的时候，当你送出指令呢，后面都会自动出现一个横线 V4 或 V3 呢？其实这个 V 呢，指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模型哦。也就是说呢，在 V5 之前呢，其实已经有 V1 到 V4 了。它们之间的差别，除了精细程度有差之外呢，其实作画风格也是截然不同的哦。像是 V5 它最擅长的，其实就是对于你送出的指令这个敏感度是大大的提升哦。反而呢，在创意程度是不如 V1 到 V4 的。毕竟大部分人对于生成真实的照片还是比较有兴趣的。另外呢，我们来看看这篇推特推文呢，它直接把 V1 到 V5 的这个进化过程视觉化了，是不是非常的惊人呢？其实在官方 Discord 呢，他们是有详细的解说这个 V5 到底是差在哪里的。第一点呢，就是 V5 它的风格范围更广，然后对于 prompts 有更准确的反应，也就是说呢，它更能够理解你的 prompt 是想要达到怎样的效果。再来第二点，官方有提到 V5 的特点，就是它比较不带个人观点，简单来说呢，它就是比较没个性啦。这个其实呢，算是它的优点，也算是它的缺点。要提到第三点呢，就是它需要更多的细节描述，你必须要提供更多的 prompts。 这边呢就要提到，有很多人之前在留言里面都有跟我讲到，他们不知道要去哪里找这些关键字，例如说艺术风格啊、艺术家、摄影家等等的这些名词。那这些东西呢，我们等一下在影片里面也会带到哦。再来第五个特点呢，就是 V5 这个模型呢被训练了5个月，而且他们没有要停止发展哦，接下来也会持续开发更强大的模型，也就是说呢，之后应该会有 V6 啊、V7 等等的。那讲了那么多它的特色呢，我们现在就实际操作给大家看。那接下来大家看到的这些图片的 prompts， 我大部分都是使用 ChatGPT4 来生成的。那要怎样训练 ChatGPT 来生产 prompts， 我们等一下也会带到。那我们现在呢，先来看一下使用 V5 做出来的成果。那使用 V5 创作的方法呢，非常重要的就是你在这个题词的结尾一定要加上横线一个 V， 然后空格5。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你可以进到设定，直接把预设改成 V5 哦。那要如何改呢？就是我们先用横线 settings， 先把这个指令叫出来，然后送出，你就会发现这边有很多按钮嘛。然后这边呢，我们就直接选这个 MJ version 5。点完之后呢，你以后在后面就不用加这个横线 V5， 它就会自动帮你加上去了。那这样使用下来，其实我觉得 V5 它已经算是 AI 生成图片的一个完全体，但我觉得 Midjourney 他们还有一个很大的门槛要跨过的，就是让重复的元素出现哦。例如说，这边我用 V5 做出了一个公司的 logo， 但是例如说，我今天想要直接在 Midjourney 生成一个商品上面有这个 logo 的话呢，现在还是不行的哦，它没有办法完全的复制所有细节到一个新的商品上面。或者是之前我有做过创造角色的那部影片里面，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要重复让它出现一样的脸是有一点难度的。但是我觉得依照它发展的速度呢，应该很快就会被克服。那下一个我们要带到的主题呢，应该是很多人都非常好奇的，就是要在哪里找到风格、艺术家之类的名词，不管是英文或中文也好。其实我觉得答案就是 ChatGPT， 而且 ChatGPT 它是可以训练成你想要的样子的哦。今天你使用 ChatGPT 来生成这些 prompts， 你把它丢到 Midjourney 里面，如果你觉得生出来的图片不是你满意的话呢，你可以直接跟 ChatGPT 讲哪边有问题，它会帮你解决。而且之后呢， ChatGPT 的 GPT-4 模型是可以开放图像输入的哦。到时候这两个平台结合呢，真的是会强大的不得了哦。那实际要怎样操作呢？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呢，我在 ChatGPT 上面到底输入了什么东西。
西哦。那要让它变成你的 prompt generator 呢，第一个下达的指令呢，我也会贴在说明栏跟留言区，大家可以直接复制贴上哦。那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大家也可以自己上网去找自己想要的版本，或者是你也可以直接修改我的这个版本哦，修改成你想要的样子。那里面到底说了什么东西呢？我直接跟他讲说，我现在正在用一个图像生成的 AI 叫做 Midjourney， 那我希望你装成一个 prompt generator， 就是生成这个 prompt 的机器。然后呢，我就说每一个主题前面呢，我都会加一个斜线，那就代表说接下来呢，你就要帮我生成这个主题相关的 prompts。这边呢，我就给他举了一个例子，例如说我今天想要在 Midjourney 上面生成一个运动鞋的商品照的话呢，你就要帮我生成可以在 Midjourney 上面使用的 prompts。那下面呢，他就写了一些范例，代表他已经懂了。然后接下来呢，我就开始用斜线后面加上我想要创作的主题，它就会生成一大堆可以在 Midjourney 上面使用的 prompts。那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好用的，就是在于你想要生成非常真实的照片的时候，它可以直接帮你生成一些像是氛围类的、风格类的，或者是相机使用的是哪一台呢？它都可以直接帮你找。因为例如说，我今天其实并不懂街拍的相机大部分都用哪一台嘛，那它就会直接帮我选哪一台相机适合街拍。那这边来跟大家解释一下，我刚才说可以训练 ChatGPT 的这个意思是什么？例如说，我今天可以再加上一个比例的功能。Midjourney 的比例的指令呢，就像这边有一个横线横线 AR3:2， 我觉得每一次都要我自己打有一点太麻烦了，所以我就说呢，你每一次生成 prompts 后面都帮我加一个 AR3:2， 然后他就立刻听懂咯，接下来每一次他生成 prompts 就会自动帮我加上去，我就不用自己打。那第二个训练他的例子呢，就是我现在想要在 Midjourney 上面生成 logo 嘛，那我后面呢就写说我想要苹果公司的这个风格，结果他生出来的这些关键字里面都有苹果这个单字。因为我之前有试过，如果你在 Midjourney 里面输入苹果的话，它会给你真实的苹果，但是我想要表达的意思是我想要那个简约的风格，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你就重写，但是不要提到苹果这个单字。那第三个训练它的例子呢，就是我今天用它给我的 prompts 到 Midjourney 里面来生成，发现呢这个 logo 的图片全部都是真实的照片，而不是只有 logo 本身，就它有可能是 logo 印在一个信封或者是什么文件上面，而不是 logo 本身。所以呢，我就直接把这个情况告诉 ChatGPT， 让它自己去修改，修改完之后呢，我就用这个新的 prompt 输入到 Midjourney 里面。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理解这个训练的观念呢？就是今天当你使用 ChatGPT 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其实有任何问题你都可以直接叫它修正。尤其是前面我们已经有提到呢， GPT-4 之后可以接受图像输入，也就是它可以实际的看到我们写出来这些关键字输入到 Midjourney 里面会生成怎样的图像， ChatGPT 就可以自己做调整这样。那除了 ChatGPT 在提词方面非常好用之外呢，我后来发现在官方的 Discord上面其实他们有非常多的来源可以让你去参考这些风格艺术家之类的题词哦。我们现在呢进到官方的 Discord， 然后我们在选单这边呢来找到 Prompt Facts 这个频道，我们点进去，那往下滑一点呢，你就会看到这个 Library Artists Photographers and Star Wars， 这边呢它就会给出非常非常多可以参考的连结。点进去呢，非常可惜的就都是英文，不过呢我有发现一个非常好用的网站，就是大家看到这个网站我也会贴在说明栏跟留言区。这边往下看呢，你会看到非常多的图片哦。那在左下角这边呢，都会有一个形容词或是风格的词汇。例如说这边有个 Ice Edge， 我点进去，点进去之后，你就会看到 V1 到 V4 模型，它使用同一个词汇生出来的感觉会是怎样。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回到官方的这个网站呢，其实它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连接，你就可以点进去看一下里面有哪些有用的资源哦。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它这边的 QA 都非常的有趣，而且都是大家会问的问题。例如说他这边问说他要如何做出两个完全不同的主体，或者是要如何自拍等等的问题呢，你就可以在这里找到解答哦。好，那我们今天呢 Midjourney V5 的介绍就差不多告一段落，不知道大家使用起来有怎样的感想呢，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一起分享。那之后呢，如果 GPT-4 有开放图像输入呢，我们也可以再来做一些好玩的实验哦。如果大家对最新资讯啊或者生活化内容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追踪我的 Instagram， 还有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还不错的话呢，也可以帮我按个赞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